今天我们跟大家在一起都是有很大的缘分。我刚才看到了你们很多同学穿的衣服都不同的民族，我是你们是本来是什么人啊？你们是什么人呢？我是香港来的，我是从香港回归祖国了，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是中国人的一家人，我是我们跟你都是一样的，在哪方面一样呢？我跟你出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的，不懂吃饭，不懂穿衣，不懂跑路。你家里的小猫小狗小鸟，它出生它有东西带来的，它懂得怎么生存。人它最大不变，就是没有机器带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机器呢又靠一个强情，比一代人比一代人强下去，才会有这个机器。所以我们作为这一代中国人，跟徐慧行爷爷还有他们中央电视台的财产都来了，为什么呢？他们做这个工作就是把他们的积蓄传给下一代，因为人他没有积蓄带来的嘛，要靠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呢就是来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国家强大，国家强大带来什么好处呢？带来我们当中国人的荣誉。好了，我们都要求国家给你们荣誉了，你们应该有一个责任感，回输给这个国家，要勇气。你们将来设好了，有勇气把你们的积蓄回输给社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想不到这边这个学校办得那么好，不容易啊。这个刚才徐爷跟我说，这个是中国新中国最后一个点啊。我们看到你们学校的小学生老师们都很热情的办这个家族事业，是我们非常开心。我今天感谢云南省的一个地方的领导，把我们下一代家庭的工作做得那么好，所以我们对我们祖国这样的坚持又靠大家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把这个社会弄好啊！谢谢。小朋友们，大家开心。开心吗？有香港的朋友，目前许多同志大家努力给小朋友们带来《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带来那么多，差不多我算了一下账，大概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有一本了。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个书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喜欢。你们会不会认真的看？会。那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了。因为这个书里边有知识，刚才各位也说了，人到世界上刚生出来的时候什么知识也没有，好像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哭，然后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吃奶，大家就不会做别的事情了。但是人一天天长大，长到像你们这么大
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做很多事情，你们会读书，许多小朋友都会骑自行车，有的小朋友会用手机打电话，有的小朋友在家里边会帮妈妈做饭，数一数你们会做的事情恐怕是不少的。那你们天生下来不会，到了十来岁的时候就会那么多了，怎么会变的呢？你们是学来的，只学到了知识。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人，这个地球大概在47万万年前就产生了，产生了之后一年一年的过去都没有人，一直过了47万万年，过到最后了，大概在200万年前，就是剩下这么一个零头，这个时候出来了一种动物叫做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人刚刚诞生的时候在全世界的动物当中并不是最有本事的，你看老虎比我们厉害吧，老虎的牙齿比我们厉害，老虎的爪子比我们厉害，马也比我们厉害，它会跑，跑得比我们人快，鱼也比我们厉害，它在水里游得深游得时间长，鸟也比我们厉害，它能在天上飞，我们做不到。差不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比我们人厉害，但是为什么人就变成地球的主人了？你们这样美丽的家乡并不是老虎做的，并不是马做的，也不是鱼做的鸟做的，是你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都是人做的。为什么人能做到呢？因为200万年前的人学会了一样本事，就是做工具。那个时候的工具很简单啊，就是把一块石头打成一片薄的东西，就像刀了，它就可以割肉，它就可以割河，它就有用了。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发明了。现在我们包括这位叔叔拿着电视的摄像机，包括我手里拿的这个话筒，包括你们身上带的圆珠笔，包括你们脚上穿的鞋，都是什么？都是工具。这一年一年工具就越来越多了，这是200万年前的人。再经过190万年，人又发明了第二样东西，就是火。10万年前以前，人跟动物一样害怕火，这个火来了就抵抗不了。10万年前的人学会了用火，学会了用石头打出火来，学会了保存火，然后人掌握了火就可以抵抗别的动物，就可以把生的变成熟的，人吃的东西就更好吃了，就营养就更好了。火是什么？火是能源。有了能源，一天天变，还有马路上跑的汽车，
天上飞的飞机，你们家里点火用的煤气灶，这都是能源。再经过9万年到10000年前，人有了第三样大发明，这第三样东西是什么？文字。你们现在都会用文字，傣族有傣族的文字，汉族有汉族的中国语言文字。我们人有了200万年的历史，190万年都不会写字，10000年前我们的祖宗给我们发明了文字，有了这个就了不得了，就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告诉明天，昨天的事情记下来，告诉后来的人。那么我们到现在才可以印出给你们看的《儿童百科全书》这么好看的书，你们才能学到知识，你们才进步得快了。所以后面这10000年就叫做进入了文明时代，前面190万年都叫野蛮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最后的10000年的文明时代的文明人，这个文明是什么叫文明呢？就是我们会掌握文字。那么到现在不到100年前，人有了第4个发明，电脑。电脑的发明大概在1946年，到现在不过70年的时间。这个变化多大呢？你们家里都有手机吧？家里有手机的举手。你看都举手了，放下。你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一个人家里有手机的，你们的爷爷奶奶小时候想都没有想到过世界上会有这个东西。现在许多家里都有电脑了，那么你们的学习了更方便，能够看找到的知识就更多了。应该你们的进步应该比我们快得多，应该你们的创造比我们多得多，应该你们的成就比我们前人伟大得多，你们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那么我们有希望靠什么？靠我们有知识。人的知识到现在太多了，我们送你们一套书叫做《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不全的，是百科不全书啊，它不可能全啊。你10本里面能装多少？装不了多少。那么我们希望它你们喜欢，希望好看。喜欢了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喜欢这个书，是喜欢知识。我们希望你们从看这个书开始更加喜欢知识，又喜欢看这个书，又喜欢找别的书来看。你们也对知识的喜欢了，又会找了，一辈子都不要忘记，天天有这个习惯，像洗脸刷牙一样，一天不找到点新知识就难受。这个时候你们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我们香港的朋友从那么远的路现在来了30几位，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给你们打气，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小朋友的生活更好，希望你们更加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民族，
爱自己的父母，要把你的家，把你的家乡，把你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大家生活得更开心。靠什么？靠教育，靠你们，不光是这些老师好，他们办得好，他们办得好，最后要落脚在落实在你们喜欢读书，你们不但今天喜欢，明天也喜欢，长大了也喜欢，长得像我们这样80岁的老头啊，还喜欢读书，那我们就高兴了。我们希望你们成功，谢谢你们。10月26号，同友百科园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国儿童大百科全书捐赠活动在县一小举行。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香港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联合向我县中小学生赠送了价值75万元的4.7万册图书。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徐维成，中国教育电视台党委书记、副台长张健，原中央文明办秘书局局长、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副秘书长孔令一，香港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席郭兆明，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陈启忠，州长助理郭清顺，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处长季毅，我县领导刘应梅、于图、董国昌、李洪根、艾坎哈，以及省州县教育扶贫办领导及31名香港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会成员参加了活动。中国教育电视台早教频道执行总监、副县长李洪根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此次捐赠活动不仅使孩子们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提高素质，全面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更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无私的关爱和温暖，充分体现了各级领导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在此，向为本次图书捐赠活动提供积极支持和帮助的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香港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表示对诚挚的谢意。李洪根指出，长期以来，在各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筹措资金，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勐海的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台阶。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同友百科园主题教育活动，以进一步促进我县中小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帮助孩子们从小养成爱读书、会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希望各参与学校要把此次读书活动与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并以此次读书活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同时，衷心希望我县中小学生能刻苦学习，增长才干，练好本领，提高综合素质，长大以后回报祖国、回报社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学生代表在仪式上宣读了《同友百科园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倡议书》。同友百科园读书活动是由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香港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共同举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7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良好习惯，引导帮助中小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县广播电视台将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充分利用媒体的资源优势，对我县同友百科园主题教育读书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和展示。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还将开辟专业，对活动的举办和进展情况进行全程报道。广大中小学生的绘画作品、撰写的文章、手工制作和科技小发明等，都可以在网络专区进行展示。
另据报道，25、26、27号以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徐维成为组长的调研组，在省州县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还来到县一小蒙海镇小学、蒙遮镇曼恩小学、景镇小学、布朗山阿克小学、达洛镇边境小学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和了解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状况、办学条件、基础教育设备设施的配置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